我要嫁给我一个
个最心爱的一个男人，我很开心。然后我要感谢超越，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、非常善良、非常有担当的一个男人。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还像个小男孩，但是后来慢慢接触久了之后，发现他真的很棒，他真的很优秀，真的真的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开始组建一个家庭，然后要慢慢步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。谢谢你。然后还有谢谢我的爸妈，然后谢谢你们的养育，谢谢你们经常就是这么多年培养我，然后也要谢谢我的婆婆还有公公，然后谢谢你们培养超人这么优秀的一个姐妹。可是我觉得你真的很优秀啊。Shining like a diamond.